货车和电动自行车都是绿灯的情况下在行驶，通过我们后期这个调查，女子是直行的，大货车呢是右转弯的，遭到那个右前轮碾压，这个女子呢送到医院以后人还没有太大的问题，腿受了一点伤。像这个女子呢发生这个事故低于生还的或者没有什么大碍的几率是万分之一或者是更高的几率，因为大货车车身距离比较长，车身嘛有那个盲区，大货车从他自己角度讲，他说我都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故，我都没有感觉到。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